jalan. Ayo. Nah, kiu kiu pegang ya, oke.边界而已嘛，这样子他讲是越界啊，越过到了。但是他们那边的军官讲哦，我们这边的界限哦，跟印尼的界限有出入。他讲我们这边界限是越过他印尼了，他们这样讲啊。那个马来人的电话号码咯，然后找到电话号码打电话给他的时候。 就是大概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，说他已经被印尼的海军扣留了。个我就不敢确定是不是真的被扣留，然后我就叫印尼的朋友帮我看看是不是有这两船被印尼扣留咯。然后到晚上大概是11点多的时候才知道是真的是被扣留，自己过去那个丹绒马来咯，过去丹绒马来了就知道他是被扣留了，然后是。 确定了，然后我就回来。很好，不是很凶这样吗？不是像好像拿枪指住你还是什么，他就是这样跟你讲，你们被抓了，这样子叫你们东西那个往什么拿上来？刚刚放下去，刚刚放下去，他就叫我们去穿哦，就拿水拿饭什么给我们吃。